根据他们上次的经验呢，这次我们有准备除了内科的药品之外啊，还有牙科医师夏一然主任他们需要用的东西，还有一些外科的敷料，所以医材卫材总共有26箱。这次台北慈济医院准备的药品包括了西药及中药270公斤，一早医护人员就把药品以及医材装箱点署，交于慈济志工带往约旦，期望能让第一线义诊的医护人员在充足的后援下帮助难民家庭。而这一次规划有6天的义诊行动。